看今日波动安尼足大场的呢，让人家怀念已久的眷村菜。你甲看，伊刚一支就养两支啊！爱台客带你看上无同款的台湾。哇，这就是我的烤鸭好吃的秘密。现在少少就要变我点，这样在外口一斤上无嘛够六千块。啊！这是啥肥啦？你酸尿尿啦！真正快得大呢！我跟你讲，啊！大肥了吧？受恐怖的啦！以前农村社会，所以发展出那个牛力村。他们要完成组织啊，这是很神圣的掐会跟招军买马的仪式。狮子头加馒头。哦，全鸡。我感觉有点空，就要三点钟的时间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爱台客，足精彩。